兄弟们，看我今天战神渡劫遇到谁了 ？ID 单排莫大将军，人称嘴臭将军就是他了。他的所作所为还是很恶心，竟然带着人过来抓我，好像是他的好兄弟单字木。不光这样，感觉我这一把还遇到了一个大哥，你们懂吧？就是强强所投的那种。没有错，我也被他给打了。科技呀、啊！刚进游戏的时候还有100个人，短短几秒钟就推了10几个。我靠，冤家路窄呀、啊！这不嘴臭将军吗，兄弟们？开局不用多说，肯定去那个太阳基地，钢枪加大分啊！这时间距离有点远，我们去研究所上面这个野区拿车转点啊！没有想到有个小子跟我有一样的想法，这一时间赶紧拼上手速，直接上车。还好我的手速够快，抢到了驾驶位，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了。兄弟，能不能开麦？状态啊，状态啊，我是你粉丝。真假的？真粉丝吗？我靠！要快到这个太阳基地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的头顶上拔凉拔凉的。这一时间我也是点击了一下这个关闭敞篷，但是已经为时已晚。过来，这里的话我就不理解了，到底是我没关敞篷还是什么原因？我被打了，我车上那个小子也被打了。科技呀、啊！我边上那个小子也是被打了头，闪电煎饼代言人，记住这个 ID 啊！这个小子最后跟那个嘴臭将军一起过来抓我。可能说这两个爆头是侥幸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离谱的是，他后面打的每个都是头啊！好了，我们回归正题，第二条命我自己选择挑这个地球基地啊，那个太阳基地我还没有进去就被人给干了，多少有点晦气啊！不过这个地球基地好像没什么枪声，应该是没什么人啊。这边上没有人，我们肯定要往中间走一走，对不对？看我大神哥直接用一个爆头的姿态拿下了淘汰王，你就说牛不牛吧？这个时候我们边上有人，先给他加个雷啊！哎，这个声音很耳熟啊，没有错，就是嘴臭将军了。我们不要打给他，听脚步，一个手雷，这个手雷给他炸残了，直接上。你别打，兄弟。喂。你能听到吗，今天我是你粉丝。妹妹不打，妹妹。不打不打。真的吗，妹妹？妹妹，别骂雷啊，妹妹。不是这个嘴臭将军这么饥渴的吗？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，难道说他想将计就计？那么好，那我也将计就计。听脚步，人就在门的后面，下手雷直接过去找他。我操！笑死我了，他嘴臭将军。带走嘴臭将军之后，我们直接去那个地球顶上啊。小太郎，你在哪儿？我是你粉丝。交代了，别打刚落地就听到前面打起来了，透过这个窗户直接给他打掉，舒服呀！哎呀，这不是我大神哥吗？哎，兄弟们，我这算不算诛仙啊？因为在基地里面四处都是枪声，我们又没有复活，所以说我也是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，直接开飞机出来了。听前面还有枪声，人在无枪，直接带走，舒服呀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大神哥怎么没了？难道说被我诛仙之后上飞机就被封号10年？我靠，火力车！我靠！我靠，这就是莫大将军，我服了，兄弟们！看到了吗？这莫大将军又要求火力车了。怎么现在单排稍微有点实力的都搞这个组队这么一套啊？还好我们开的是这个飞机啊，跑得比较快啊。这个时候我又绕了回来，他跟着他们好像又发现了新的目标，寻找机会，赶紧偷一手背身啊！被我打倒之后，这个小子竟然还有自救啊！他刚才把我人都讲了。兄弟们，两个人的火力也是比较猛，在这儿耗的话没有任何胜算，开飞机直接跑路。这时候我不是开着飞机在圈里面绕吗？莫名其妙的就被人家给抽了，飞机冒烟了，没有办法再开。我也是寻找了最近的防区停了下来，开门的一瞬间竟然还有个人啊！我操了，怎么门口有个人？我醉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撞的不是很好吗？对面也是利用了这个空隙，直接开车撞到我近点防区了。你先冲，我加强，你先冲。干嘛呀，嘴臭将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等哪去啊？你飘了，来个雷，兄弟们，冲，有雷。这版本不是刚更新吗？说实话，我对这个地图真的不是很了解啊，对这个防区的构造也不了解，莫名其妙就吃了对面一颗手雷。上，叠火上，照到叠上。别火，我来。你他干的，你干！你还有变身器啊？你他看他什么变色器啊！
别跟他狗叫行不行？我让你别鸡排面我组队啊！不是你，不是你们上分都这么上的吗？啊，都组队是不是啊？你不要管我怎么上的分，你呀，你知道吗？你敢不敢让我自救起来？你敢不敢嘛？来来，你自救吧，你自救吧，让你自救行吗？让你自救，来让你自救，来来让你自救啊，让你自救，你别打，对给我，你别打，我直接开始打。你这个你跟他说等着啊，既然两个人过来抓我，那你给我等着好吧。这个时候兄弟们有没有听他在说什么？走走，这里去找人打，争取要撑。